门。横折，向上斜的，向左下方斜行笔。一笔完成，勾的话要饱满。横向上靠，至于上面的话，这个是斜的，这个平的，斜往上面斜的比较多，这比较平，空间比较大。迎，不要太大，注意错位。横起竖粗，竖画微微的向左下方斜的，这个竖画要垂直。点要高起笔，注意到点的正下方转折重叠，不要太大，捺笔要写得长而舒展。把笔画放开，能包住上方这部分摆。横画要长，撇在横画中间起笔，撇要短，竖画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。两个竖粗细长短也有变化，横长一点，下面要窄一点，要留出空间。幅，横短撇向左下方斜的，竖块垂直，用垂露手点向上靠，使其紧促。横画越低，这个点口要稍微小一点，不要太大。下面的田比较口要宽，要大一点。横起竖粗，两个竖向中间斜，中间的竖画要垂直。右部的话，横间距相等，这口里面空间比较大，要稍微小一点，字形方正。户，点写成横点，也可以写成右点。提按转折过来，向左下方微斜。注意横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撇对应之后向左下方斜行笔。横点不要太长，相对要短一点，这间距不要太大，向空间大点，上紧下松。斜注意不要太弯。捺，向右下方这两个撇折起笔的地方要离得近一点，这个右上方方向的变化。这个竖要细短，这个要粗，要长，撇在这个中间。
天直在弯，点靠上。这边空间大一点，字形方正，天撇要短小，也平横画要长，左低右高。竖画垂直，悬针竖、垂钩竖都可以。上面空间与下面空间有大小的变化，竖画要垂直居中。响点在横画的末端上方，横左低右高，撇不要太长，竖要垂直，用垂钩竖稍微短一点，这个点尽量向上靠，这个空间小，下面空间大，上紧下松。高矮的变化，上面宽下面窄，前面两个横画相对要短，第三横略长一点。竖画在横画中间向下垂直，用悬针竖，一个垂钩竖，一个悬针竖，高低的错位、长短的变化，横笔等距，长短有别，